在私下里你们也经常玩在一块儿？没有没有，今天你好你好，刘日林，刘日林，对，初次见面。我们三个剧中设定是发小，然后一上来就要展现出那种很深厚的关系，真是挺难的。那怎么能够演得这么好呢？这个问题不如问问我们的高材生红军吧。对。红军说：“大哥、二哥说的对。”我觉得是一种气场，一到现场之后的一瞬间，我们打招呼的那个状态，就让大家一下子感觉他就是大哥、二哥的那种感觉。那你的感受呢？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剧游戏的前期是一个群像剧，每个人都呈现了特别好的一个状态。韩哥跟那个站着人特别好，让我感觉特别温暖，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。谢谢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